有时候人上了年纪啊，就愿意怀旧。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经常抱怨说，虽然他们的年少时光过得比较清贫，物质享受不是那么多，但是八零后、九零后的童年呢，有大量丰富多彩的影视作品。所以今天，当大家感叹巨荒的时候，就经常有很多有心的短视频制作者呢，做了很多。 过气影星的怀旧，以及以往电影电视剧的剪辑集合，哎，看起来还真是很有意思。有时候过往电视剧看多了呀，很多人就生出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曾经在九十年代红极一时的新加坡电视剧，现在怎么越来越少了，甚至十几年我们都没看到过了呢？大家记得吧？ 当年港台的电视剧虽然很多，但是新加坡的电视剧也是一股清流啊！今天很多八零后、九零后还能如数家珍的说起《雾锁南洋》《天涯同命鸟》《人在旅途》《边城浪子》《钻石人生》《霹雳红唇》《烈焰焚,焚情》《千言万语》等许许多多的新加坡电视剧，他们确实给了我们一段 美好的童年、少年时光，而新加坡的俊男靓女们，虽然今天他们都人到中年了，但是当年他们的青春靓影还留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真是有点奇怪，为什么当年的新加坡能拍出那么多的好电视剧，而今天真的就销声匿迹了呢？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在探讨它怎么没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聊一聊它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新加坡电视剧的崛起时间远远要晚于港台，大概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在此之前，说实话，新加坡的华语电视剧几乎也是荒芜的。很多人都知道啊。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华人占新加坡人口总数呢是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所以很多人想当然的说，那这绝对就是一个华人国家呀？它是不是汉语是新加坡的通用语言呢？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呀，哪怕主体民族。 刚刚超过百分之五十，他们就会规定这个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就是这个主体民族使用的语言。所以，新加坡的汉人总数都超过百分之七十了，那么汉语成为新加坡国语应当是个理所应当的事儿。可是，并不是这样。新加坡的开国领袖李光耀在刚立国的头三十年，说实话，他采取的是一种去中国化。 去汉语化的策略，虽然这样的政策让我们中国人看起来有点寒心，我们把你当自己人，你怎么数典忘祖呢？但是我们也要确实考虑到李光耀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大家知道吗？新加坡恐怕是全球唯一一个被别人逼着独立出来的国家。 当年，新加坡和多个国家共同组成了马来西亚联邦。可是， 马来人感觉到华人太聪明，李光耀能力太强，人民行动党有可能拿到马来西亚的大权，所以他们是逼着新加坡独立出来的。这块肥沃的土地他们不要了，华人你们自生自灭吧，我们不带你玩了。而知道自己被驱逐，知道新加坡要被迫独立的时候，李光耀的心情非常的沮丧。为什么？ 当时的新加坡真的是一块弹丸之地，人口才两百万左右，妥妥的一个城市国家，没有任何腹地，连淡水都需要旁边的马来西亚供给。所以呢，李光耀感觉到他有没有可能带领着两百万新加坡人独立生存下来呀？尤其是。 我们经常说啊，以色列处于四战之地，以色列周边通通都是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立国的第一天就被群起而攻之。新加坡的环境也没好到哪去，整个东南亚有大量的穆斯林。 可是新加坡恐怕真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啊，所以李光耀非常担心，新加坡根本就没有生存空间，随时随地呢能被别人吞并去。 所以这个时候啊，李光耀即便他自己想，他也不敢在国内大肆推广汉语教育。尤其是他知道华人是非常聪明的，华人哪怕在那些人数不占优势的国家都能掌控那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何况新加坡有超过七成的华人呢？可毕竟新加坡还有三成的非华人，如果新加坡把汉语定为国语。 而且在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上偏向于华人的话，那么很显然会使得少数民族有被压迫的感觉，继而呢，他们在国内权力得不到伸张，就有可能向海外求援。别忘了，外面那几亿人口可都是人家的人。 所以，李光耀一开始非常聪明的把英语定为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李光耀还特别表示说啊，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华人占主要地位，但是也不能忘记还有三成的非华人。尤其是李光耀本人学习能力极强。 当年到英国留学之后，他开了眼界，知道推广英语教育对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看看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就知道了。当年。 大英帝国在殖民东南亚的时候，几乎是把新加坡当做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殖民地的首都来培养的。所以，李光耀非常聪明地捡起了英语，要求全民推广英语教育。这使得啊，新加坡确实能够获得语言上的便利，继而新加坡人和外国人做生意，有可能给本国赚得更多的钱。更关键的是。 李光耀还是聪明的，抱上了美国这条大腿。李光耀也非常清楚，凭新加坡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才两百万人口，你拿什么和周边国家抗衡啊？尤其是众所周知，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加坡刚立国的头二十年。 新加坡和中国政府之间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甚至某种意义上讲啊，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的关系还更融洽一些。大家知道吗？新加坡后来。 政权实际上也是父子相承的。今天的总理李显龙是开国总理李光耀的儿子。据说新加坡在完成父子交班之前呢，真的到我国台湾去详细的学习了一下蒋氏父子是如何平稳交班的。所以，我们看到新加坡的父子相继，跟我国台湾省如出一辙呀。 老蒋并没有把他的权力直接交给经国先生，中间安排了一个过渡严家淦。同样啊，李光耀也没有把他的权力直接交给李显龙，中间也安排了一个过渡吴作栋。甚至新加坡由于国土面积狭小。 所以在本国都没有足够的场地去训练军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加坡的军队是在我国台湾省受训的。所以，新加坡既然和我国台湾省关系这么好，那么自然和我国大陆关系呢就相对不那么好。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有一个事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那就是我国通过小球推动大球，中美之间坚冰溶解。尤其是整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跟大家聊过，这是一个苏强美弱、苏攻美守的时代。美国和我国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形成了一个准盟友的关系。冷战，美国最终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和美国。 站到了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八十年代，我们也在打对外战争啊，我们在教训越南，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在搞改革开放，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们和大量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获得了大量的外部投资，这使得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了，而当然。 对于新加坡来讲，他此前牢牢抱的是美国的大腿，现在美国和中国关系无比融洽了，新加坡自然和我国关系也水到渠成了。而正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李光耀转变了他的思想。此前他真的是去汉语化的，甚至新加坡唯一一所用华语教学的大学，是在新加坡政府的逼迫之下改为英语教学的。 而且最终和新加坡国力合并了。也就是说，执政的头三十年啊，李光耀是担心大家由于讲汉语，结果呢，一方面被周边国家围攻，另一方面呢，李光耀也担心大量的华人讲华语，所以他们。 内心认同还是中国人，而不是新加坡人。这对于一个刚成立的国家来讲，也是一个灭顶之灾。而到了八十年代呢，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后，李光耀开始要求老百姓讲汉语了。李光耀甚至在新加坡国内大力的推行汉语教育。晚年的时候，李光耀还自责说啊，他当年推行汉语教育。 太晚了，要是能再早一点就好了。李光耀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缓和，另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也意识到了中国经济强势崛起之后，对新加坡来讲，他要抱的大腿可不止美国这一条了。美国可以给予他安全上的保卫，而中国可以给予他经济上的迅速成长，尤其是近些年来。 中新两国经贸发展也确实显示出了中国对新加坡经济的重大影响力，而且新加坡近些年来还把汉语作为一个优势，大量的跨国公司总部不是设在香港，就是设在新加坡。新加坡还说啊，我们在汉语上比香港还要优势。 为什么呢？因为香港人讲粤语啊，而新加坡从八十年代开始推广的就是普通话和简体字。所以，为了让老百姓更愿意学习了解汉语，把这个曾经丢掉的汉语捡起来，从八十年代开始，新加坡的电视机构也配合政府大力的推广普通话。怎么推广呢？开设各种各样的汉语节目。新加坡的电视机构甚至。 有创新，搞了那个国际大专辩论会，相信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朋友们还记忆犹新。咱们国家的大学辩手们是如何师承夺冠的？而且。 新加坡的媒体人非常聪明，他们知道拍电视剧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广汉语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新加坡的电视机构制作了大量精美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 不单在新加坡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而且迅速的传播到我国。尤其是那个时候，我们清楚啊，咱们国家刚刚改革开放，相对而言呢，我们的经济肯定不如新加坡发达。我国普通老百姓看到新加坡电视剧之后，尤其是看到大量的都市剧之后，会感觉到赏心悦目，也会对新加坡这个国家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确实，在 那十几年，我们连续引入了多部的新加坡电视剧，而大量的新加坡明星也在我国国内变得家喻户晓。这是一种正反馈呀、啊！对于新加坡普通老百姓来讲，曾几何时。 他们只接受英语教育，不再接受汉语教育，甚至慢慢的，大家已经都形成习惯了。尤其是新加坡的精英阶层，那绝对是讲英语不讲汉语的。甚至很多人觉得，我讲汉语是这个低层没有教养的表现。而随着新加坡政府， 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连续三十年的汉语教学的推广，使得新加坡老百姓慢慢意识到了，在学英语的同时，也要学汉语。掌握了汉语，等于也给自己多了一门求生技能。尤其是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我们接受了大量的海外投资，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家靠在中国做生意赚到了大钱，所以。 所以新加坡人也觉得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他们更应当认真学汉语，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优势。新加坡此前的优势呢，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他们可以做转口贸易，大量的船必须从他那里经过，所以他靠着地理优势，慢慢的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经济上越来越发达。而进入到新世纪之后，新加坡人意识到了他未来应当同时具备汉语和英语优势，他应当做中美交往的桥梁。 这样，新加坡也能通过大量的转口贸易赚到更多的钱。今天确实啊，大量的跨国公司，欧美的跨国公司都把总部设到新加坡，因为他们觉得，一方面新加坡百分之七十是华人，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官方通用语言是英语，所以他们通过新加坡能更好的了解中国人的想法，而且语言上的优势呢，双方沟通也没有隔阂。 所以，确实，新加坡找准了自己的国际定位，而且新加坡同时推广英语、汉语教学是大有裨益的。只不过，李光耀自己晚年惭愧地说，他推广汉语有点太晚了，真的整整耽误了两代人，使得大量的新加坡年轻人已经慢慢的抛弃了汉语。 我们也知道啊，你如果生活在一个非汉语母语的环境中去学汉语，那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也导致今天的新加坡虽然大力推广汉语教育，但是呢，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这恐怕也是近些年来新加坡电视剧越来越没落的原因吧？那么新加坡电视剧到底是如何慢慢没落的呢？ 且听我们下回分解。照吕拍案，本回书着落在此。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